是冰岛时间早上面9点钟来冰岛的第一站呢，我们打算去世界上十大最美沙滩之一的冰岛黑沙滩。哇，特别漂亮，此生不去就是遗憾。对，冰沙滩真的是此生一定要去的地方。那么今天这组照片跟我以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打算穿着国风去拍，哇，然后呢就是带国风走遍天下。 Let's go， 上车。 Go go go，走你。我们路程大概多久啊，师傅？多少公里？我们到黑沙滩200公里，差不多2个小时。幸亏起得早。我们去黑沙滩漏过两个冰岛绝美瀑布，第一个是塞雷亚兰瀑布，第二个是冰岛的森林瀑布。哦，森林瀑布我听说过。是在路途中吗？对呀。那我们到时候停下来看一下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耶，这个旅程丰富起来了。马儿马儿，像这种冒烟的地方都属于地热，那边全都是温泉。惊叹的颜值。 哇这鼻子，这个鼻子，哇，这个好帅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一站。哇，就是这个瀑布，这个迎面已经感觉到水花已经扑到脸上了。呜呼呼呼，这个落差大概在60米左右。好冷，来，一定要穿好冲锋衣。我们要钻到那个瀑布底下去。是的，哇，我小心。哇塞，我之前小的时候只在瀑布的正方看过，没有在瀑布的里面，感觉像孙悟空钻进来了一样。是人吗？是吧？竟然有人可以笑到这个地方。哎，是个小宝宝。走，我们要过去。走，中国女人不服输。刺激了，我们浑身已经湿透了。走吧走吧，下一站。肚子别肚子了，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记得这个瀑布只能夏天来。冬天会被冻死，因为它是冰瀑布，而且这边都是不收门票的，就放心来就好了。记得带好雨衣或冲锋衣。现在我们第一站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准备转战第二站。你看啊，随便截一张图都是地址桌面。这个是斯科加瀑布，我们中国人也叫彩虹瀑布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因为它的瀑布落差比较大，所以它在它的瀑布下面经常能看到彩虹。那今天我们能看到吗？今天没问题，因为阳光明媚，没问题能看到。哇！哦，我看到了，这远远的有一点彩虹的感觉了，哇，像霞光一样的。哇，看，哇，真的有，真的太幸运了。哇，这个瀑布真的很大，梦想成真。因为冰岛的天气它很难有这种大晴天，所以说我们算很幸运的，就是来一次就看到了。哇哇，两片彩虹。我在正中心，我在正中心。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了。第二站结束，然后下面我们要去我们的最终站黑沙滩了。哇，到喽到喽，来 beach。 哇，这边就是大西洋，然后这就是著名的黑沙滩，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哇，这个太帅了，全是火山灰形成的沙滩，大自然的力量。哎，我真的很想看你穿国风的衣服在这拍照的感觉。我穿的是白色的，这儿刚好是黑色的。对，看这儿没有一个穿国风的。我们是第一人。哇，看他们看到我们穿国风有什么反应。趁着有阳光，我们赶紧化妆吧。走，在黑沙滩上找到了我们的化妆间。哇，这个也太帅了。这是化妆桌，这是化妆凳子。我们还自带了一个化妆镜。绝。开始吧。你今天妆得好好化，平时出门都7-8小时，但是在冰岛一出门就是20个小时。确实白天时间太长了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功课了，特地带了尤尼粉底液，它这个主打的就是持妆，所以说底妆用它准没错。而且我最近脸上不是会有一些痘痘瑕疵什么的嘛，用它也能很好的遮住。它这个质地真的是超级丝滑，而且很水润，看到没？
它这个上脸还蛮好推开的。我记得它这个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双手控油因子，就对油皮的姐妹们很友好。哇，哎，它这个妆效好自然啊，而且对比特别明显。而且它是那种很高级的柔雾妆效。为什么说它齿妆啊？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德国 3D 的锁妆膜技术。我不是刚涂完吗？你看。特别扒脸，关键是它才几十块钱，性价比真的还蛮高的。怎么样，这个底妆？哇，真的很不错，感觉整个气色都提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次国风大片，我还特地带了一个点睛之笔。这个怎么看上去好像口红啊？不是，看着哦，像这样，一二三，来回几下，然后用手去晕开，你看。眼妆就画好了，哇，感觉它这个好显色啊，是不是很粉嫩？嗯，尤其是不会画眼影和腮红的姐妹们，一定要去试一下 Unipri 这个液体眼影，它是这种很奶油的质地，不需要任何手法就可以直接推开。我这支的颜色是 M01 的月下蔷薇，它是这种很低饱和的蜜桃色，然后除了眼影之外，姐妹们也可以像这样去当一个腮红用，也超好看。哇，哎，真的很好看，很嫩。然后再用他们家这个02珠光色，给眼皮、卧蚕、鼻头还有唇珠都来一点。哇，好看。这个待会儿阳光一照更好看。这一小支就是眼影、卧蚕、腮红三合一，一小支搞定整脸妆容，性价比真的很高。哇，哎，好看，真的很。离奇的是，我每次穿国风的时候都染着彩虹，真的很不巧。但是我们又买不到那个喷的东西。好看的，拍照。好绝情，这是。那是粉不了。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.Can't let them get away all gone You don'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'm feeling every day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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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There'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heart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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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There's no hope for the broken a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It's my fault,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.